非常整齐的队伍。首先由跆拳道队全体队员为大家带来基本动作表演。允许自己预备，1、2、3，马步正拳攻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两次攻击，退右转背，前抬脚，全体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跆拳道的品势表演。跆拳道品势蕴含变化无穷的技击技巧，讲究动作与精神合而为一，代表的是跆拳道的灵魂与精髓。老师，请帮我下一个非常有气势的音乐。现在在场上展演综合品势，是跆拳道的优秀队员。场上的同学代表学校对外征战无数，屡获佳绩，更以优秀的精神带领弟弟妹妹们勇往直前，是跆拳道的好榜样。
应琪、陈小青为大家准备的。请到台前来。